差不多啦，基本上我们这个售楼里面哦，基本上哦，百分之八十我说了算。叫啊，温习什么钱挂件？要设文件。你要拍照设计的那一刻。没有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告诉你，两千块。面包球。你要可能要远一点。 得啦，你放心嘛，那个有几分钟我。这个可以啊，什么可以啊？不，你要放，你要卖挂护膝的，挡着我放。那我是108年，现在。要小心欸。